白犬暴病，户主回家后逝世。拉布拉多犬彗星是一只8岁的导盲犬，它的主人名叫大卫，是一名残障人士协会的会长。彗星和大卫一起生活有7年的光景了，彗星一直担任大卫的双眼。有一天，大卫要出席一场会议，会议地址是位于离家有193公里远的伯明翰市。啊，好的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准时参加会议的。地点是在伯明翰市是吧？没问题。您放心好了，有彗星带路，我去得了的。彗星，你在哪里呢？啊，老伙计，明天我们要去伯明翰去开个会，又得麻烦你带路了。哈哈哈哈，伙计，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明天我们可是要早起的。老伙计，你今天好像没什么精神啊，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？大卫他不知道自己的爱犬彗星已经病入膏肓，生命只剩下最后的几个小时。老伙计，会开完了，我们该回家了，你是不是饿了？回去后我给你准备一顿可口的晚餐。彗星拖着被病魔缠绕的身体，忍着疼痛尽忠职守地护送主人。这里离家有193公里，需要坐火车转汽车。如果没有彗星的帮助，大卫是很难一个人回到家的。老伙计，先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。怎么呢？没有胃口吗？老伙计，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。老伙计，怎么回事？老伙计，老伙计，你怎么了？
当大伟叫来兽医时，彗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兽医在为彗星做检查时才发现，彗星得了脾脏癌，癌细胞扩散是致命的原因。他身患癌症，竟然还拖着被病魔缠绕的身体，护送主人走了193公里远的路程回家。直到安全抵达家门，他像完成责任一般，才咽下最后一口气。狗是人最忠实的朋友，他们的护主忠心行为，让我们都感佩万分。所以，各位朋友，如果您们在路上遇到流浪狗的时候，请您发挥爱心，疼惜他们，爱护他们，进而保护他们。南无阿弥陀佛。